这是巴拉格风景区哈，下午来人马古道，这是下面是巴拉格中的最新面貌哈，它这边的饭店，但是以前的村民没有办法克服左手边这个断崖啊，所以他们就沿跑，他们另外的古道就在这里。这古道非常像是茶马古道，开的这么一个古道，穿过这个，就来到这个村口外了，从这里就可以进一步，另外到香格里拉，城区去了。你还可以看到它路基都还在，就一路这样下去，那现在就是废弃的，不用到了。星期一，这巴拉，今天是第几天？第四天。早。你昨天有跳舞吗？哦，还有，高炸嘞！这里是什么景区？景区。我赞呢，那你不帮我传接啊？你第二，1000年的约定。1000年。来这要看什么呢？这张玻璃千年啦。你看这张树啊啦。哎呀，看这玻璃千年啦。哎，对对对，这张啊，号称千年的。就是这一张，这个。就是这张。好了，朋友们可以看一下，这攀岩在悬崖峭壁上，将近有400多厘米，就是一颗菩提。为什么叫做千年菩提呢？因为据我们的专家鉴定，它的树的树龄达到3000以上，所以叫做千年。从这个树的树干上面呢，有一根树枝横着延伸到这个悬崖峭壁的缝中，支撑着这整棵树的生长一样。就在你可以看到那个悬崖峭壁上面放的有很多纸币，是吧？我就这样的吧。有很多纸币，看到没有？纸币的下面就刚好有一根树枝横插进去，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佛。这是千年菩提啊，千年菩提，1000年了，这么大一棵，是一棵树哦，一棵菩提，是，它真的是100年的不容易啊。对，都在正前方。多谢。哎，多上一次厕所哦。然后我们就上山了，好几千公里哦。对，你可以往对面看一下，对面那一座最尖的那一座，就像人爬坐在那里的神到了我们的巴拉村，解决了沿线4个村落的用电问题，又出资1半给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甘曲和法呢修建了3层的暂时房屋建筑，又出资1半给村民们。是人们寻找的詹姆斯希尔顿笔下的绝尘境遇，在这里大家不仅可以欣赏一下美景，更加可以感受一下梦想的力量。让我们。上来之后呢，可以看一下这上面雕刻的有巴拉、卓玛、拉康。巴拉呢就是地名，卓玛呢就是杜博，拉康呢就是金塔。
也就是我们所说的21个度母节。这里是巴拉卓姆拉康，森林充满的地方，看一下，这么漂亮，一定要来，很值得来。感觉好纯净的感觉，然后有生命的地方就是这样子，它上面没有写字，想来看一下啦。这里是巴拉卓玛拉康，往前方看呢，正前方是巴拉村。啊，这里简直是神仙住的地方啊！这个时候呢，树木都变黄了哈，深秋的景色。只想看看，近你拉近一点是这样子。来看一下，啊，巴拉卓玛拉康。很有感觉啊。从那个卓玛拉康的大门往下走是这样子景色啊。象征啊，漂亮，这接近生命的感觉就这样子，哇，哎呀，这种感觉，好纯净的感觉。然后有生命的地方就是这样子。
刚看你进去就开始拜起来了，特别有感觉哈。有点像他那个转的那个胜利轮什么那些。嗯。你看这经幡哈，经幡上面都有写经，所以这个时候风吹过经幡，它象征的意义就是把经读过了一夜。这就是为什么这有这么多经幡。那西藏的牧民其实大部分人是不识字的哈，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有形的这个经幡把它挂在一个有风的伤口，然后吹，那就帮助他们读经了。那这就是他们读经的方式。你们上个礼拜五这次决定是不是很聪明的？都真开心，本来就是要来香格里拉，来这里哟。那是托他说要来的，对，就托你的福气。谢谢，谢谢你的行程。然后我们业务说，嗯，啊，看那个山多美。对，这信女有福气，善男带你来。就是巴拉祖马拉康，上车。我刚有麻，我吓了一跳。巴拉格中四亿吧，四亿啦，好棒哦！谢谢小珍，不客气。耶，我今天怎么没有看到人？什么样？啊，什么样？我先生啊，一波来，你确定？哈哈，哎呦哎呦哎呦！啊，从那靠靠一下子吧，吼。哦，没有啊。耶，太。时间35秒12分钟，目前分段配速5秒25分钟。哦，一定要到位。哎，因阿妈冇明白啊。哎，够辛苦无？不，阿你客气哈。反正这自身的副歌安尼才用啊。你这样照会很丑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在旁边照就好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照起来效果超差的。太大了，你看着我笑，可以，你效果也可以，看到你会笑。太大了，太丑。好笑了，千万不要，我都最不喜欢照。你站在旁边还好一点。来，我拍。哪里脸太大？你要自拍还是我拍？我拍。哦，那我自己帮我拍。你来一下，头跑出来一点。出来。就出不来呗，帽子拿掉，哎，丢，投出来，啊，丢，有声 ，OK， 好，好了，拿掉，眼镜拿掉，帽子拿掉，眼镜拿掉，哎呀，眼镜拿掉，帽子拿掉，你连线一下，来，等一下，感谢邓，哦，我六，你站到呀，哎，不是，啊，这不站这里，这里呀 ，OK， 好。要记录下这一段，我们四个小珍最棒。我们四个老牌的美女，三个阿嬷，资深的哈，我卖公老资深的，现在流行不老啊，老牌，这个超级好玩的。
哇，好厉害哦！嗯，我望叔哥真的是有练过。他应该再宽一点才好。对他刚好你的脚了。对。哥，这个不要扶了。不要你不要扶，我们要扶啊。我要扶了，因为我怕重心。啊，好大脚中啊！这底下没有玻璃喽。没有玻璃，脚要踩好哦。你踩这，真的会踩空哦。踩空的阿鲁巴。哎，我们不要走就可以。走啊走啊走啊走！你不要看镜头嘛，你就走嘛。他帮你拍嘛。看不了下面呐，看不下面呐，就这样看，这样走就好了嘛，就这样走就好了嘛。哦，你看，哎，他没有胡啊，大胆呐。来，把大腿露出来，那不是老公的来着？啊，不过哎，王先生，不要，那个破，我在录音呢。要走，别看到怪病了，长得心惊胆跳的。镂空，好啊，这边搞啊，耶，胜利 ，APP 错，照直接照脚，会抖，照脚才知道是谁，啊，照脚 ，OK， 走啊，啊，这个确实是悬崖哦，你看到。我们看看，这个是要有练练的胆识。哇，第一次看到这空的。耶！你知道这个是谁吗？我不知道。来，我帮你拍。对对。哇，水啦！这是阿伯啊。潜水款来了，好漂亮！漂亮！好搞事。幸福吗？幸福。停！啊，你要这样吗？哎，天哪！我们屁股都停住了。哇塞！哇，雪山在后面。哇塞 ！OK， 好，眼前这个是阿嬷哈，来，阿嬷跳一下，一二三，第三，二三，哎，地下。三跳，哎，试一试。藏起来，再下来一点，下来一点，再下来一点。糟糕，脚软了，怎么办？哦，告诉你，就要告诉你，等一下。往前走。太阳光在那边，要这样稍微照一下。对。Yes。哦哇，哦，差不多哦。小分帮我好了，回来。哦，人嘞。啊，是耶，是要断没掉？距离一公里，时间。告诉你了。坐在地上是对，可以拍到地下。好嘞，基本上背，这里不背呀，都在脚背。哦，四个阿嬷，还走，阿嬷，我看，啊，水吗？水，哦，真的啊，有一小真厉害，棒棒。啊，没问题。哈，水赞，比较抓鹅的，地理就对啊。他是帮我们拍啦。只要你后山啦，这个时间会拄好，我绝对拢地理。我有特效啦，但是莫超过十天，十天都。
哎呦，你也有来呢，好感动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是我的经纪人，我嘛是你的经纪人，我等下对陈鼎奇交代。哦，我陈鼎奇吼，哎呀，迄支迄个切面包的已经打到，哦，迄支足长的，迄支都。扎西德勒。扎西德勒。对，嗨，好久不见。嗨，啊，不适应吧？对呀，看到晒得昏了，迷倒。好吧，你们厉害，厉害，服了你。讲得很清楚，所有的这个故事经过很多人讲的，不不，徐宇，你讲的最语言入胜。现在要等那两个人转弯，一定要等他转弯。哎呀，我们三个一起转过来，一起转过来，转到后面有学生的样子。哎，这来到这样子的，转错了。那快点，你想拍吗？对，我们一直想拍照片。外宾他自己玩自己的，怎么样？嗨。讲的都一样。啊，都下了。我们才能出来，我们音乐出来。要睡吗？你在录影啊？哎，小小。好朋友。啊？不垃圾。哈哈。我这颜色很配啊。这导游就导演就这。有慵懒的心情吗？他翘开啊，是迄个啊。是八拉村，八拉村，那玩八拉村的午餐呢，就必须得在村里面吃。这村呢，这真的有欧洲的那种 feel， 有瑞士的 feel。茶。干嘛？冰果干嘛？你快找谁的地方把这冰果？
阁中神山。哦，阁中神山。啊，走到。对，我们刚刚去的是那里啊，第一站就在那边，那边就是巴拉卓玛拉康了。对，上面那一座呢，就是我们的阁中神山，山体海拔5545，目前还没有攀登记录啊。大家呢可以说这边是被誉为我们的传说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信徒们呢每年。就是叫做取灯啦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它的最顶部有一个金色的黄色点。现在困难给走了。苹果树啊，苹果啦，苹果啦。来，跟上拉姆喽。好了，往这边啊，国外苹果树耶。真的，真的掉下来吗？啊，吃苹果啊，那上来一个苹果。真的，他们现吃就是那里去找的呢。你要洗一下，洗一下吗？是这个一定要洗。跟苹果树上。你叫八豆吧。介绍苹果。把扶手装好啊。哦，好。这个楼梯比较陡。应该就是这个这位先生吧？对，这是他的梦。是谁？就是那个六十五。哦，你看春水里买上去吧。那就给他做一下。那接着接着来，进阳会这几送上。取暖呢？休息一下，我给你们简单的介绍。这套大气多呢啊！哎，科学取暖呢，也楼啊。取暖呢，早上4度。比较行会啊。哦，行会。大家从我们的第一层上来，当然呢，第一层主要是关牲口的地方。当然，大家就有可能会怀疑，就是如果牲口关在下面，我们人住在上面，会不会很臭吧？可以说呢，但是我们这个呢，味道会是有一点。但是就在我们的，比如说秋季一节的时候呢，在我们的入冬的时候，就在刚好这个季节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把山上面的，比如说松树的叶子。还有栗树的叶子干了之后呢，把它们收集起来，然后把它铺在下面的第一层上面，然后呢再到达我们的夏天一节的时候呢，比较要臭的时候，就把它翻运出去，直接撒到我们的田地里面，就形成了很好的肥料。所以说这样的循环的形式的话呢，就不会产生这种恶臭的。可以说搅拌了我们的几百下之后，它的表面会浮出一个黄油状的东西，那个就是酥油，而会剩下一个白色的水呢，你在火上面加烤之后，白色的那个它会凝固起来。然后呢，我们有一个漏斗，里面铺一块布，把那个白色的水分给挤干，然后就直接可以在烟囱上面烤，也可以日晒。第一佛坛卡，而可以说呢，以前比如说我们搬运这些佛像的话，大部分需要十几个人或者是五六个人去搬运，而把它雕刻下来画下来之后，就形成这样一个形式，你只需要两三个人或者是一个人就可以把它搬运出去了。所以说也是为了方便起见，我们的第一幅呢是我们的莲花生大师，第二幅呢是我们的四臂观音，第三幅呢是我们的黄财神，而后面有一个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班丹拉姆神商。好，老人家先一下，对，慢慢走。不好，不用了，你们螃蟹走路，你要上去吗？阿吉那人，人都继续背起来。在录影呢，悠闲不悠闲？老人家，背后是雪山，前面是好心情。前面
还能接住？都下去了。好，走干嘛？干嘛 ？Let's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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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小心！应该是吧。设计设计的应该。叫大人啊，小人嘞，大人嘞，对，你多少岁几点？啊，啊，小人嘞，尽管。谢谢你姐。谢谢。Thank you。哎耶。哎耶。哎，我说。这八千两就睡了哈。对。一千就可以了。一千或三千。一次就好了，还三千。你也得穿好，得点头。有穿有考虑就好了。心里那高的噻。对啊，车子就在那边而已。对啊。对啊。都要一条细条路啊！他像你，哎，你对人是，就当就接近了。这背后就是八拉村啊，但是原本的八拉村其实不是这样子，是那个时候还是08路，还是破房子，现在变这样子了。那村的正对面就是雪山，以这个佛塔。村高魂间哦，把握时间拍照。哎，你可以被当旅当那个民宿啊。嗯。啊，问题是他的客源还不够大。嗯。那这个在5年10年，它的知名度更大一点就不一样。对对，外国人喜欢这一套，特别是有文化感觉，对。巴拉村啊，值得，值得。我的下面有一个白色圆轮的是吧？那个呢，就是。右边最前方那个就是巴拉祖康啊，很漂亮。这就是现在这个地方是。巴拉古村。比如说，我们先把我们的牛奶挤下来之后，需要储藏个10。这个是观光区啊，给你们来的。他现在。右边最前方那个就是巴拉祖康啊，很漂亮。这就是现在这个地方是。巴拉村的水嘛，水。你阿爸是巴拉村阿妈的，你阿在有拍片的空间。巴拉村有没有很美？美。好啊。接下来我要请出的这位嘉宾，他的故乡在巴拉格宗，你们去过吗？你们听说过吗？
啊，下一个景点呢是我们的三面崖大峡谷，单程进去2.5公里，反转也是。也行。故乡是起点，是终点，是即便。啊，挺好啊，多谢你。多谢你。啊，你录影我那看得到。哎，这是相机。但是我们没有这种。这三弟。没有，我们台旁边下面请采景啊。啊，我们3:30就请到了。哎。哎。到顶了。做那个漂亮的是多少？哎，看这边。哎，看这边。啊，期待浙江会。你，哎，真好奇。真好奇。那鼻子一直开。哦。喝口水再走。小珍最棒棒。那这里写7度嘞？哪有7度？应该没有了，应该十几度了。十几度吧。对，这顶多还要13-14度。没有啊。跳绳。拍路过哈，嗯，很漂亮。先拍路过的沙卡当。对，沙卡当就是安尼，就沙卡当就是先这样。香格里拉大峡谷，这个漂流码头，漂流就是我们的泛舟码头。哎，可以喝水了。对呀、水线。对啊，哇，这里那个独克钟古城啊，独克大厅啊，我们会去独克钟古城，那个应该可能是唯一。哪里？你说哪？卡里生啊，5公里，会使啊。